到了西安，所以我们到酒店已经10点多了。那我们就叫了外卖，现在是晚上几点啊？10点快12点了，我们已经吃起了宵夜。这个是我们住的西安的酒店，一进来就是洗手盆。然后这边是厕所啊，没有浴缸啊，还想要泡澡，厕所有点小小的。然后这里是晾衣服，床没有昨天在长沙超住的那么大，1.2的。然后他这里有一幅画，什么画嘞？哦，我们还可以住几个晚上。哎，然后这里还有个小小的小妾的地方。包包也是用的这个包，很大。出来玩一定要穿球鞋啊，平时都没机会穿。你那里银行存的算那种好？对啊，嗯，啊，佢系一个典型嘅低头族。系啊，要即刻发噶啦要。今天是第三天，我们已经来到西天，昨天晚上到了，所以今天是算是在西安的第一天吧。然后我穿的好暖，因为昨天买了，必须得穿了，不穿好浪费啊！我觉得回去广东那边更加没有穿的机会了，所以难得在西安还是穿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打算今天去那个陕西博物馆，或者还跟那个大雁塔。我们刚刚超搞笑，我们酒店来大雁塔其实超近的，只要走路就可以，可是我们还是叫了一部车，因为我在酒店里面查的时候是走路要10几分钟，我想说就搭个车吧，谁知道搭个车上车了，司机跟我们说是只要就走路就可以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大雁塔。你看我妈拍照，我妈拍照很多要求了，她说她喜欢花，她说她喜欢花，所以她要拍照。穿回去，哎，这么漂亮的假貂，干嘛不穿？打理啊，你喜欢吃？那个有咩皮啊？那有咩皮？那有咩皮？面皮。它是米皮，一个是米皮，一个是擀面擀。擀面皮。擀面皮。这个擀面，这个凉皮。OK。横穿过马路，因为斑马线有点远，大家千万不要学我们。我们来体验一下这。啊，不是无人吗？你们是什么？我们是那个专车。没人的话，你连门都进不了。没人。扫程序啊。扫那个小程序。啊。咋扫啊？微信扫一下这个小程序。什么东西啊？还要下载呢？不用下载，微信扫一下这个小程序就行了。无名超市现在你不是在这里看的，你不是这样的吗？知道吗？知道知道知道。要不然你们连门都进不去。哦，就这样的，扫一下就在无名超市。你问大家扫。没有，一起的话扫一个就行了。扫一个就行了啊。我们体验一下，爆米花那个，爆米花那个，体验一下我们超市，要扫码才进去，对，扫那个小程序，哦，就这样的，微信上打，扫码打开微信小程序，绑定中山京东，
工了，我开始要去。密码哪有密码？还要注册，好累啊！你有的话就不用注册。我没有，就是想到有我们超市之后怎么玩。如果说我有京东账号，我有京东账号啊。啊，你输入就输入京东账号啊。那你是这样的，直接登京东账号也行。他这样才可扫一下进去。我有京东账号的。对啊，你扫一下这里才能进去。扫一下第一回进比较麻烦，第二回就不用了。第二回你直接打开二维码就可以了。连你着啊。登录您的京东账号，有，那直接确定就行。唉，中落嚟冇京东账号。冇啊，我有就我马云个女人嚟噶。第一回进这边小程序，微信小扫小程序。然后登录您的京东账号。去开通，赶紧去开通。我爬唔到啊！天才呀，不在马啦，这走那里走，有时候到学校没快，你得联系他。我还要开通京东微信支付方式。没有，就是您的开通您的这个，把这个开通您这个是您的微信输入密码。开通，因为它到时候是人脸识别的嘛，所以你需要那个把密码那个密码开通，然后这边开通一个微信免支付。可以进去了。对，扫码，然后你们可以一块进，待会一块进一块。好了，好，谢谢。在这里扫码是吧？这里再扫一下。欢迎来到京东无人超市。是不是入边啲嘢特别贵啊？我想知。欢迎来到京东无人超市。要买呀！哇，北大的好累。哎呀，走了行，翻去啫嘛。没事啊。他说每天出去也要水。那我要怎么买单呢？要怎么弄呢？那个人呢？结算区。结算区。那我要嗰度。再看一下，要不要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？买水得啦，就背着走就方便。好对啊，买这个小的。小的吧，背着走都好方便。好了，来，哪里结算？结算区，嚟试下睇下点用。结算区在哪？刚才看到不是在那里？那边吗？是不是从这里进去？再次等候结算。呢度，快入去，入去。啲水。哦，算计啊？哦，不是，怎么结算？进去口令下，滴一下。抱歉，马上台上。滴哪里？你那个商品应该结算完开始，还想开始出店了。免币支，这是无人超市。麻烦您踏入地面上的脚印标识，我会看得更清晰。放那度，那度结算。放这里啊，结算就是这样的吧，是这样吧？唔使摆，我觉得唔使摆落去喎。这样应该。我在哪里呢？看，我就这样的应该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你收到那个人。走，来吧。感谢您的再次光临，顾客再见。好心机啊！哇，我们终于结束了一次无人超市的体验了，哈哈哈。这样子转，自己掰羊肉泡馍，就是要自己掰的，最正宗的吃法是要用自己掰，自己掰进自己的碗里。
好了，我们都掰好了，还是可以的。